立法委员钟嘉宾是为民进党台南市议员因控区初选的逆参选人黄兆辉来徛台助选，而且嘛赠送大型的人偶啦、台妹，阁有台湾队哦，陪同徛上这个宣传车，沿路向民众来拜票，希望公敌进行初选的电话民调时阵会当出线，当然嘛会当为因控来抢下第三席次。民进党将要伫4月18号到22号之间举行台南市议员初选民调。因出因空区参选人黄兆辉是邀请立委钟嘉宾到台南为伊助选，并且赠送大型人偶、辣台妹、甲台湾队给黄兆辉，希望黄兆辉能顺利通过初选，为因空抢下第三席。嘉宾带嘉宾，力挺黄兆辉。那我们也期许呢，兆辉他能够呢再次缔造黄市长跟我们郭委员在永康的这个记录，能够从事第三度的创造抢第三席民进党的市议员，这个历史上的重责大任要在这里重现，也交给我们的黄阿慧。那希望说我、是一个最有经历的一个新人，那希望说能够传承钟嘉宾委员还有郭国文委员他们过去努力奋战抢下第三席的这样一个传承的一个精神，能够让永康的第三席能够把它抢回来。在记者会结束以后，参选人黄兆辉也在立委钟嘉宾陪同下，是徛在宣传车顶面，沿路来向民众拜票，希望在4月18号到22号之间进行初选电话民调的时阵，会当来支持黄兆辉，让民进党台南市议会会当过半，为永康市民带来更加好的未来。嘉宾带嘉宾，力挺黄兆辉。记者萧建伟永康区采访报道。